第三轮叫做葫芦娃。好，这个呢，每队派一个队员来参加，来合唱一首歌。当你唱的时候呢，对方就会一直在拼命的吹你头上的一个气球，谁的气球爆了，谁就输了。我们这队要选唱歌的人，我在杨超越和张凌赫之间纠结，是不是？派谁出去比较好？是不是？嗯。最后啊，好，另一队上场的是张凌赫。张凌赫，他唱歌好听吗？哎，我好听，他怎么会选我呢？也是。跟我不分，我就宠爱队要选的是，那我们肯定是派周深的。好，周深，周深和张凌赫。好，我不叫周深。哦，对不起，你是？是我，钱塘关叫什么？钱塘，你是陈塘关？陈钱塘关，钱塘江观潮嘞。哎，许仙，是我在钱塘江观潮的陈塘关，托塔李天王李靖的儿子，拿抓，拿抓。四川话拉抓，普通话来吧来吧，上道具上道具。这两个墩子你们认真的吗？你们做墩子真的？你们以为自己很礼貌是吗？那个拿哪吒，我应该是这个吧？对，你站那个去。我们专业的歌手都是用这儿发声的。好了好了，站这边，主要是跟气球差不多。来来吧，上哈。这个墩子够不够？可以的，可以哈。啊，来，你已经站上去了。他站还我以为他没站。好，下面我们请文静和超越前往答题区，两位请就位。好，做好准备啊，你们要演唱的歌曲是什么呢？爱就一个字。哦，这是动画片宝莲灯的主题曲。听过。好，我觉得一开始前奏的时候就已经两个人都可以开始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现在我们要准备了啊，好不好？音乐准备，比赛开始。钱塘关还是陈塘关呢？不要笑，不要笑，深深不要管他。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这个还让不让人唱了？三，留着点，留着点。我还不满天的乌云，像把蓝丝绒。哇，我唱歌这么难听，难内力。来。我为你翻山越岭，翻山越岭。周深唱的还可以，却无心，却无心看风景。我想你，身不由己。哇，好听、啊。每个年有新的梦境，但愿你没忘记我，保护你，从此不必再流浪着。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。你知道我会用行动表示，承诺一辈子，撑住了坚持，付出永远不会太迟。恭喜深深，我是。陈塘关，来了来了，李靖的儿子哪吒，把九色鹿吓的呀，是不是还在抖？还在抖。刚刚还在唱吓。哎，刚开始林我也吓一跳。好，他刚开始吹的挺大的，不知道后面怎么回事，是开始唱歌以后慌了是吗？对，我觉得其实林赫刚才不唱的时候，他的那个气非常的稳。后来他因为用了太多的气息在他的歌唱的，他唱歌也没用什么气息啊，你没有听着而已，你没听着，都是干嗓啊。前半段我以为我开始唱会很好听，结果不还可以吧？还可以啊，你想想啊，你想想啊，九色鹿快偷看一下，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的歌曲是哪首歌。像铜铃，是蓝天般的机灵。耳朵竖得像天线，弹奏一切可以第一声音。好，就用这个旋律，好不好？好好。那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要请下面的要听歌画画的人要就位了，好不好？好。何老师，这上面的留白是给谁的？真的这礼貌吗？这个张凌赫的画上面，我画下面，我们不会互相打扰到自己。好省画布啊！真的，他画上面、哎、是这样的。我想问一下深深，你上一次画画是什么时候？
好，知道了，很久了，很久了，很久了。不会画画。超越爱画画吗？啊、喜欢。喜欢。上一次画画是什么时候？上一次画画每天都在画。哎呦，都画些啥呢？就是画那种眼影啊。眼影啊，口红啊。每天卸完脸上什么都没有。五官都是画的。哎，那个咪咪，我弄好了，写好了，好了，来来，我帮你拿着。我是这样子啊，两句是在下笔，不然你先画了，可能有点跟不上，因为我有点复杂，所以我就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先画两个瓜子儿，它们的下面是挨着的。先画两个瓜子儿，它们的下面是挨着的。他们的下面是挨着的，再在上面画半截香肠，香肠的头顶是尖的，再在上面画半截香肠，香肠的头顶是尖的。这是香肠，香肠身上有很多小窗户，香肠的身上有很多小窗户，哇，仔仔香肠的头顶画五六根毛，香肠的头顶画五六根毛，画完了这个东西已经出现了，猜得出来，绝对猜得出来。什么？两根？中间那位在画的是什么？我的天哪！哇，你在上生物课，细胞分裂。好，那个超越写一下你画的是什么？是哪个品牌的彩妆呀？你这个。美妆蛋啊，两个美妆蛋挨着。我觉得他画的有点像一只藕，上面长了四个眼睛。他把它们分开来画了，分开来画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那香肠可能是长在这儿。香肠又长在这儿了。杨超越，你快写出来吧。香蕉，香蕉，写上去。香蕉，好，这四个答案已经出来了。周深他说是个玉米，杨超越说是香蕉。浩浩原来画的是玉米，后来他觉得不对，非常自信地改成了翻盖手机。赢了！这是一个从植物到三 C 产品的对哇，质的飞跃，你现在已经真的从农作物变成了个科技产品。悟空大哥画了个妖怪，妖怪，妖怪。先画两个瓜子儿，它们的下面是挨着的，再在上面画半截香肠，两个香肠，香肠的头顶是尖的，香肠身上有很多小窗户，再在香肠的头顶画五六根毛，画完了这个东西就出现了，猜得出来，绝对猜得出来。你整半天妖怪，我实在想不到什么。告诉大家，这里面有正确答案。哇哦！绝对是我，觉得是自己的，请举手。哇，除了我感觉好像不太……大哥说举不举的都不是特别好。那个虎女，请把你的手放下。虎女，虎女不对，你画的啥呀？虎女，对，虎女其实是方位错了。好，首先我要告诉大家，正确答案出在宠爱队。耶！耶！大哥不敢相信自己没有对，这是我对妖怪的直觉。我明白，下面杨迪。看一下我的画，好不好？对，亮出你的答案。一、二、三。我是谁？你是陈堂官李靖的儿子。不是，哪吒。